怎么吃得完？啊？哎，那开门。啊。高爸爸、高妈妈，你们好，我是雅欣，文雅的雅，欣喜若狂的欣。欢迎欢迎。感恩感恩，这是一些伴手礼。哇，越来越漂亮啊！这么客气。哎，不是。哦，孝顺呢？哦。你好像是以前高嘉悦的，对，嘉悦的前女友。哦，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和好了，在一起了。来来来，这里坐。好好坐。妈，他是我女朋友啊。不要乱开玩笑了，你没礼貌哎。坐坐坐坐这边。没有开玩笑了。她真的是我女朋友。你哥在这里，你跟叫你不要开玩笑。不是啦，妈，不是我女朋友啦。是没有开玩笑。高嘉凯，她真的是我女朋友。来，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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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妈，你坐了。啊，是，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。嗯，很好很好。哎，等等等，有一次我在路边呐，看到你跟一个男的拉拉扯扯。他那个男的跟你什么关系啊？哪个路边啊？一家咖啡店。哦，那是我前夫，他跟他们就没有关系了。我跟他已经把事情都说好了。所以你是离婚，结婚再离婚？离过一次。妈，那不重要，都过去了啦，先坐吧。哎，来来，坐下啦。是没小孩，没小孩。没有小孩，真的没有。对对对对，离婚而已，小事情啊。妈，我跟雅欣交往一年半了啦，然后想说带回来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。你们好。嗯，很好啊，你看他们两个多登对。谢谢爸爸。我很支持的。哦。现在我们家长是换人了，换你做哈。哎，不是啦，你说嘛，那个依琳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好哈？嗯。她嫌人家，然后跟一个结过婚离婚的在一起啊，不离婚也就算了，还是哥哥的女朋友。然后现在，哎，你们这样子哦，这我搞不清楚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小时候那个女朋友哪算女朋友，牵过小手而已，什么都没做过哦。什么都没有做过。我带雅欣回来是要跟你们讲说，我们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很认真，啊，我很好，我现在有女朋友，所以不要再帮我安排什么奇怪的相亲啊。好啊，你们这个关系这么复杂，这样就不奇怪吗？不是，你很奇怪，你要我相亲，不就是要我交女朋友？啊，我现在有女朋友，你又有意见一堆。啊，不是啊，他以前你在讲那什么？还是说那个相亲根本不是为了我？你只是想要跟那个刘叔亲近，然后硬塞他女儿给我。哎，你在讲什么？啊，高嘉凯，吃饭了。喜上加喜哦。不要讲，你老翻灯哪里？你讲清楚哦，什么叫喜上？什么是？不是你讲清楚？我讲的有错吗？反正我带雅欣回来，就只是要跟你们讲说我们在一起，我有女朋友，就这样而已，也不是要你们同意啊。这顿饭不用吃了啦，吃了，走了，我们先走了，你们慢慢吃。这样吃有什么意思？啊，谢谢刘叔叔招待。你爸做饭真的蛮好吃的。嗯，张小姐，有空常来。高妈妈，拜拜。走吧。高嘉凯。你现在走出去，就不要再回来了，哦。我先走了，拜拜拜拜啊。小心。我真的受够了，这么多年我什么都听你们的，你们有在乎我想要什么吗？